时，文殊师利菩萨问法手菩萨言：“佛子，如佛所说，要有众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断一切烦恼。何故？复有受持正法而不断者，随贪嗔痴，随慢，随否，随愤，随恨，随嫉，随奸，随狂，随谄，势力所转，唯有离心能受持法，何故浮于心行之内，起住烦恼？”文殊菩萨次第的相问，又问到法手菩萨，称赞法手菩萨说：“佛子啊，佛这样教授的，说要有受持正法者，那受持佛所说的教法了，都是正法，说能够除断烦恼。那为什么有受持正法的不断呢？”随贪嗔痴，随慢，随着这些个烦恼的现行，与他心内来起烦恼。这个问号呢，他说为什么众生听了法不能够断烦恼？那么他义理在哪里？就这样意思了。就是不断，什么贪嗔痴都不断，愤恨随即兼贪呢，谄取呀，一共有十一种吧。义理在哪里？慈呢，就是受持，受持不忘的意思啊，是受持正法。就是一而不忘的意思啊，常是回念不忘。佛说的能断而今不能断，是相违了。原因在哪里？它义理在哪里？这是问号了。为什么加个随？随烦恼，随烦恼不是烦恼，随顺烦恼，就加个随，随贪嗔痴，随慢，随佛，乃至于随谄，而他对他的心呢，心离不开烦恼，烦恼还能够反咬他的心，什么道理？这只是一个问号了，就是问号。问谁呢？问的法手菩萨。法手菩萨随着文殊师利菩萨的问，要答复他说：“佛子善谛听，所问入实意也。非但与多闻能入如来法。”他总的答复就说是不能光靠闻法就能断烦恼，非但与多闻能入如来法。多闻不行，还得加上什么呢？还得去做，做就还得去行。但是如果是没有多闻，没有闻，你又怎么能去做呢？必须闻解而后才能奉行。要劝你谛听，谛听说闻法的时候不要有共高我慢的心，不要有眨眼心，不要有轻慢心，
不要有炫耀的心，所以称为善听。善听，而且还能入理的听，这就悟性了，求悟了，就是专心致志，把的心杂念扫除，对，这样来闻来听，是吧？成理的，入实的，入实的意思就是成理的意思，这段的答复的意思也是这样说，光靠着多闻不行，还得有修行。闻呢是修行一个前方便，不闻呢、你不知道怎么修，闻了之后知道修了，修了嘛就起行，行就去做。这个问号跟这个答的意思就说是失掉了行，说你不修行啊不行，不但把你的闻的得不到，而把你所闻的还毁坏掉。要不多闻，你行吗？一个是什么行啊？因为多闻，闻佛所教授的，照着佛所说的去做，这个呢是能多闻而不能行，纠正不行的，行才能得。那么还没有说出道理来呢，光是这样，你问这个道理，我答复，光说答复，怎么答复呢？那以下就是他答复的话。那么这个问的意思跟答复的意思，说你闻法的时候啊，有几种必须得具足，必须具足。一个能够闻的时候能够自心，自心，心不杂乱，心不杂乱。要闻了之后，闻了就去做，听到了就去做，这你不杀生，你绝对不能再杀生，那就是这么个意思啊。闻法所叫你做的，那是说戒律，就是让你想，让你关心。例如什么拜忏也好，念经也好，闻法也好，叫你一心，一心嘛，叫你是你不要散乱，心不要散乱，也不要昏沉。散乱昏沉嘛，是你违法的障碍的，要专心听法。听了之后呢，你还得细念，细念就闻着这个道理啊，心里头不离开，常时荣耀着，想想这个道理，还要如法去修行。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为什么要搭同餐？为什么要善友？要互相的呀，共同的修行。要么在常住里头，就在大家共同道友之间，这叫共修。共修，共修当中呢，是有些个杂乱，杂乱。在杂乱当中，你能够细心，细心呢，把心系有一念。假使你不闻法，不学。不学，你没有善巧的方便会。多闻，能生起来便巧的方便会。同时呢，使这些你所闻的法转入你的心。
以后要依着所闻的法去修行，纠正你的行为，纠正你的思想。嗯，因为学多了，听得多了，就有了智慧了，多闻出智慧。那这有两种行的，有两种，一种是自行，一种是在辅导别人行，把所闻的法的教义转向给别人，咱们所说的弘法吧，帮助别人的修行。如果你不闻，不多许去说，那你口齿又笨，一个道理也讲不清楚，那你把佛的那真实意义啊显现不出来，不能发挥那个法宝的教育的含义。要广学才能够开智慧，光说是不行的。对，说法必须得兼着自己的去行，闻了法你自己要去做，做完了你自己产生一种体会，体会就进入，你再去说，那效果就非常大的。如果光说不行，效果不大。说是法师无惭愧，无惭愧就是他自己不做，光说而不行，就像那个干打雷不下雨，效果不大。因此啊，在这答的问号当中要知道这个意思，知道这种含义了，要知道了。知道什么呢？要闻，闻了要去做，闻而不做，闻而不做等于只有个闻的功德，你不能够断去烦恼，也不能进入道果。这个法首菩萨答复的，他举个例子说，如人随所漂，被大水漂了冲走了，他拒咽而渴死，在大水里头漂着不敢喝水，一喝水那就怕淹死，结果呢是没有淹死，是渴死了。他不喝水不是渴死了吗？行者说，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就拿个比喻，比喻说为大水所漂，那么咱把它合成法上，就是在生死苦海里头漂流，漂流，生死苦海里的漂流的时候，你要是闻了法要用，要用，要修行，那你不修行效果没有，还是被烦恼所烦恼束缚了，脱离不了。我在法上不修行啊，就像你虽闻到很多你得不到的道理，是吧？对自己的慧命还是得不到啊，得不到。像我们好多呀，用借口说我没有时间修行，或者有障碍因缘不能修行啊，我听听就好了。这类道有很多，听而不去做，这多分指着在家二众说的。
那么出家众呢？嗯，他心里烦乱，嗯，心里烦乱。我这不是批评谁啊，所以我在我们常住当执事的，他一天就忙于事务了。他不但说文去修，连文的时间都不多。那么把他加一个赞叹的符号，叫什么呢？大菩萨，竟帮助别人了，帮助别人了，忘掉了自己了。大菩萨确实入世，但是他成道了。咱们跟大菩萨不能比呀，嗯，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课，也是入室讲，好了，隔几天，那个请我那个就跟我说，说是老法师啊，你讲的不错，我们执事都不干了，我说不干好了，你关门好了吗？他不干了，你把庙门关上。你也不挂单了，把业数减少，他关上门那还行，我咋不行？关上门都修行，干脆打佛七，打禅七，打净土七，打读诵七，不行吗？嗯，固然是，这叫因噎废饭，吃有饭呢、啊，噎到了，噎到了饭也不吃了。那不吃饿死了，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嗯，说学法的时候，要能善学，善学，善学的怎么样呢？闻着就去做，这个做呀，不是说是，我关上门了，关上门了来做，不是这个意思，闻了法了，要转变你的心呐。转变你的心呢、啊？法手菩萨答说：“就说，他在水里的漂流，不敢喝水，张口喝几水也没关系啊。但是没淹死是渴死了。”嗯，说在法上不修行呢，你是闻的很多，闻的很多，但是不去用，嗯，不去用吗？法身慧命还是失掉了，他失掉了，嗯，那就被烦恼被淹没了，嗯。入人设美善，自乐而不失。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啊，嗯。听是闻，闻而不思。闻你要想想嘛，这句话说的什么道理嘛？思而不行，就是不去做。嗯，这样你所得的意义啊，非常之小了。嗯，自己做的很好的饮食美食，但是自己肚子饿得不得了，也不去吃。嗯，嗯，就是说是以法为思。一天的说法，而且自己不去做，不修行，仅得个功德，而不能断烦恼，而不能证菩提。他的轮转当中，不过福报大了，福报大了嘛，就容易堕落。如果于法不修行，听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入人善方药，自己不能救，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圣。医生懂得病，懂得药理，也知道这个病要吃什么药就好了，但是他就不服药，那不服药病就不能好，病能好。要么听法，就是闻到法，闻着什么有病，那你这个病嘛，就哪种病用哪种药，嗯，贪心太重，你要修布施，嗯，
杂乱，你修禅定，嗯，就是这个含义了，嗯，问你知道，知道不去用，不知而不用着有什么不能对治了？就是不能对治烦恼，知道贪不对，知道发脾气不对，知道生气啊是不好的，那遇事儿就生气，嗯，不能克服，不能转化自己。就这个含义，入人属他宝，似无半钱分，于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是。咱们看的人行出纳员，他一天不消的数好多万呢，他自己呢一个月或者一千或者两千，很少的工资，那这跟那个不能比啊，那我贪污拿起来点吧，那可不行，那就更糟糕了。他让你修行，修行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挣钱。所以说讲经的人就属他人之宝，都是佛的，而大菩萨的，而自己不投入，于法不修行，就是佛所说教授我们的方法不去做，不依教奉行，多闻就是这样子。所以佛说阿难呢，多闻总强记，不免落邪思。这句话就是说，你要是多闻强记，不如你自己去做，不如自己去做。若要生王宫而为雨，而受为雨寒，于法不修行，多闻也如是。生到王宫里的应该富有，应该富有，但是呢，你生到王宫里头，吃也吃不饱，完了又受冻累，这个是你自找的，就是这样一个含义。我在法上要修行。不修行是不可以的，就像王子吧，他生到王宫里去了，应当是听到王的教法，违背王的教法，王子违背王的教法，照样受法律制裁的，说他饥寒，这样的意思，说你是佛子，受佛子，依着佛的教法你不去做。那你照样的为业障所转，入笼咒音药，越比不自闻。一个耳朵聋子的了，他会音药做得很好，做很好是给人家听的，他自己不行。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善。这个每句每个偈颂都是上两句下句都是相同的，就是现在，然后盲快助相，四笔不日见，盲的是瞎子，他做出种种的相，这个相的好坏他自己不知道，我的瞎子他怎么看得见呢？盲人吗？聋子，盲子，聋子是咒音要听不见，盲人是自己绘画干啥的时候自己看不见，有时候一个海船驾海船的，就航海的导，这个航海的那个导师，航海的好事就是驾船的，那个船的有大副有二副，大副就搬着方向盘的掌舵的，二副是助手，他一生都不离开船，不能船，那船不能永远不失色，如果是他呢，最后还死在海里头，人家你在你那个修行当中，在生死当中，闻法的目的就是超生死了生脱死呢，但是你要不修行，现在全死驾海船，他最后呢是不离不开的，离不开死亡，你就被海淹死了。说海里的淹死的，淹是会水的，不会水的他不敢沾水嘛。
会水他不在乎，那最后还是被淹死。说你在法上闻了法不修行，你在生死苦海当中不能处理，处理不了，要修行才能处理。不在四虚道，光说住好事儿，内自使无实德，不行已入善。说的很好听，做的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形容着自己没有实德，没有真修，说的是佛所教授的，他自己不做，他一点得不到。这个的答复跟这个问号呢，都非常的简单，简单啊。这一共的是用了九个比喻，一个遇淹水中，一个你随着坚贪不舍，坚吝不舍，就好像做饭不自吃，一个随你的嫉妒，嫉妒，嫉妒吗？这看见就好了，做好事儿，不赞叹不随喜，而且给人家做好事的做障碍。那个比喻呢，就是谄媚无实德，说的都是跟所做的跟所说的不一样的。第五比喻呢，说嗔愤随这些烦恼你不能消失。第六个随否，要说人家是自己知道自己错，而不但不去改，就像人家说那形容上，知道这个事儿不对，要隐蔽，不肯袒露，就像我们经常说的，不发露忏悔的意思啊，就像人是啊，要想偷人家铃铛，把自己的耳朵堵上，偷人家铃铛。那自己听不见就算了，那别人听见听不见、随辞呢，就像盲无见，自己绘画什么好自己看不见。对，或者欺诳啊，没有自己没有德，没有实德，而吹嘘自己有功德，吹嘘自己了不起。所以文殊问法首菩萨，如佛所说的，一切众生受持众法，能除断他一切烦恼，那为什么受持正法而不断，受持正法而不能断烦恼？这个有十一问啊，上头所答复的就是十一问。这个菩萨叫法首的名，他是在西北方嘛，专求无限，自以正法自利利他，专求无限。他住那个世界名金刚世界，坚进无懈怠。因此说金刚，那个佛呢，说志在自，以自己精勤关照，打理业王，悟得真实之理，业权消失，就叫自在自佛，自在的智慧佛。以下是文殊师利菩萨又问智首菩萨，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智首菩萨言：“佛子啊，与佛法中，智为上首，如来何故毁众生赞叹布施，毁赞叹持戒，毁赞堪淫，毁赞精进？”毁占禅定，毁占智慧，微服赞叹，
十倍喜舍，而宗无有为以一法而得出离，成而的都是三宝三菩提。问自首菩萨啊，这问号的意思啊，说佛法所说的正道的本体跟诸道的因缘，说断惑，断你的烦恼，断你的迷惑，得到智慧，这就是靠智慧了，是靠大智。那么即智慧为上，那就寡占智慧就好了，为什么还占那其他的呢？文里头所说的赞叹布施、赞叹持戒、赞叹忍辱、赞叹精进、赞叹禅定，六度不要这么多了，光赞叹智慧就好了吗？为什么还占这么多呢？还有慈悲喜舍，一法而得出离，修一法就能出离，赞叹智慧就可以出离了，就可以能成二耳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不赞叹其他？问号就说寡有智慧就好了，不是持戒、忍辱、禅定都无需乎再去宣扬去了。那么意思就是说光赞叹智慧不赞叹其余就好了，就是随意黑暗而得三昧，随他心令他欢喜，那就对了。这个问号是在此，在此自首菩萨就答复就说，佛子甚稀有，即日众生先入人问所问意，替听我今说。说你问的很好，甚稀有啊，赞叹文殊菩萨，稀有，能知道众生的心，稀有的就在知道能知众生心。文殊不是大智吗？说他能知道众生心，自首菩萨也是大智嘛，这是以智慧表一些法的意思，是吧？你所问的道理呀，我跟你说，替听我今说，过去未来世就是三世，现在诸道是现在的一些祝福，过去世的祝福、未来世的祝福、现在的一些祝福，都能知道众生的心。说过去三世诸佛，现在未来的三世诸佛，无有说一法而得与道者，不是说一个方法就入道了。咱们说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那方便善巧的门太多了，因为机不同啊，每一个佛教化的众生的根基都不同啊。所以必须得说多法，因为佛知道众生心，众生心是耐耗不同，就是一个人啊，每个道友可以回忆想想你自己，你只耐耗一样吗？耐耗好多，尤其是在这六种万六度，在六度的法门当中，他过去是以这法得度的，他对这法的根基啊闻的多，许习深厚。你光说一法不能普度，就这个含义了。因为一切众生的心，他的性格不同，耐好耐欲不同，
随他所应当得度的就给他说什么法。说佛子众生心性非各不同，随其血融道入世而说法。还不止这六道，这只仅举例个佛说法是方便有多门了，很多很多。说开十道，有耐听好话的，有赞叹的，有求功德的，有求福报的。奸者为战士，对奸贪嫉妒的人，不肯舍，就给他说不知道啊。经常耐随便，生活行为不检点，佛就给他说戒，赞叹戒。嗔恚多的人，多嗔为战淫，对那嗔恚，给他赞叹淫辱。说懈怠的人，给他赞叹精进。心里他一天散乱的不得了，赞叹禅定，让他修定。我愚痴，给他赞叹智慧。从来不生怜悯心，从来对人家没有仁慈心，那就给他赞叹，让他修慈悲、喜舍、怜悯众生。耐愤怒的，耐愤怒的，就是赞叹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是不容的，不愤怒的。忧戚的，常是愁的解不开，让他生欢喜心。说那心地不取直的，心地不取直的，什么事儿都舍不得，就给他赞叹舍，是六度加上四悲喜舍，这十个，那就是对机说法，不能专说一法呀。就要么开个餐厅，你得饮食多味啊，光卖甜点的，那靠吃甜的人上这儿来了，一人耐吃寒味的就不到这儿来了，那三些人耐吃醋，那也不到你这儿店来了。你什么样的味，苦辣酸甜，诸味俱全。这都入世，这个我们都理想得到的了，这个问题很简单。入这样的次第修行，入世次第修，见具诸佛法，应该次第的修行。说六度啊，都得聚众，又得聚众。入先立基础基笃，而后造功时，世界已复言菩萨住行本。所以要发修行的因，才能得到断烦恼的果。说你要想止住那，要防备那事不做，那你得学戒。因此呢，说是你要是想修行啊，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那么我们经常的佛所教导的一门深入，诸横俱绝，是吧？你要一门深入，不要太多了，太多了一时你修不了。不错，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法不能说一门，不是为一个众生说的，为无量众生说的。看哪个众生他适合，他经常散漫，不守规矩，那给他说戒啊。他耐发脾气，嗔恨心不很重的，让他修忍辱。艰难不舍的，要给他说不舍。
因为佛所说的法是为了一切众生的，显然含义啊。比如说建一个城堡，建一个城郭，那是不是呢？保护着城里的人民的安全。那么所以佛说的忍辱精进禅定，这些个是防护住菩萨修行的，使众生修行各得其门而入。譬如大力王率徒显代养，定会如是菩萨所依赖啊。因为一切众生散乱者，他就坏他的定，坏他的静虑，他散乱心肠，他思想不集中，他修行就不能得入。因为有些人他看问题跟人家看的不一样，我们就叫他邪知邪见，那个邪的知见就把他正知正见坏了。必须得有智慧。那么他不定散乱惑乱，让他起定，要静下来。如果他理解力不强，那世间一切诸事儿他没有辨别的能力，那必须得修慧。所以方法有多种，方便有多门，目的是达到成佛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归元就是到成佛那个时候。万法归一就是这个含义。如果一入转轮王，能与一切乐，四等一入是与诸菩萨乐。所以啊，自他的难乐的果是由无量的因所招感的。招感果的因无穷无尽的。是吧，修法的时候，所以佛才说论这么多法。定完了也能开智慧，忍辱完了也能开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忍辱不了，忍辱之后以后就开了智慧了，他就能得智慧了。一切法都入事儿。这个问答很简单。文殊菩萨问了法手菩萨，法手菩萨这么答的。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贤手菩萨言：佛子啊，诸佛世尊为一道者处理，云何今见一切佛陀所有众事种种不同？所谓的世界、众生界、说法、调伏、受量、光明、神通、众会、教义、法住，各有差别。我有不惧一切佛法而生入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问贤首菩萨，贤者，贤就是普遍的善意，贤就是善。贤善。就是助善之首，就叫贤。文殊菩萨就问他呀，是不是？说佛教导我们是一道处理，你修一法就能处理生死，随哪一法？那么为什么一切佛陀所有众事种种不同？你一法处理吗？为什么说那么多？所谓说的世界、众生界，说种种法。调伏的种种方法，
受量的种种不同，长短呢、啊，还有光明啊，还有神通啊，还有乃至于教的意思、教义、法住，各有差别。嗯。那么无有不去一切佛法而生堕落三不三不提者，这句话就总说了。嗯。必须得记住一切法而才能无上正等正觉，才能得成就了。嗯。但是呢，一切的世界，佛世界也如是，有眼有净。现在咱们举这些佛世佛的世界，都是清净的，像极乐世界是净的，咱说不世界是眼的，眼中也有净，净中呢也有差别。方便有余度跟十宝庄严度那就不同啊。嗯，凡圣同居度跟方便有余度有不同啊。嗯，说是世界有眼镜的不同，世界上所住的人又有善有恶，有做恶事的有做善事的不同。嗯，住城不同，小城、大城、中城，啊，一城、二城、三城、四城，乃至五城，嗯，都有无量的广料不同，嗯，用佛的戒定慧的三学调伏他们，折服他们，嗯，折服呢，像是《地藏经》就是折服的，什么《善恶业报经》，善恶说恶就是折服的。用戒来调炼，散乱的用定来调炼，愚痴的就用慧来调炼，寿命也有不同啊，有长的有短的，嗯，像佛明经上讲，说梵生佛，寿命多长呢？11岁。月面佛的寿命好长呢，1天1夜。地藏经是最后的讲月面佛，那最长的10夜，还有无量亿的。大智度论上说，须善多佛，朝现暮寂，早前现身说法，晚上就入寂灭了。阿弥陀佛寿命无量，无量的。释迦牟尼佛呢，寿命呢80岁，不满100年。嗯，光明是主各个色相的不同，所现的光明不同，有的长现，有的偶然一现，有的光明照远，有的光明照近，远近的不同。嗯，所居的土有眼土有镜土，眼睛不同。那人呢？人有各异了。嗯，有这么多差别。有的是菩萨多，声闻少；有的是声闻多，菩萨少。各个不同啊，嗯，哪有凡夫多，圣人少？现在咱们这个世界上就凡夫多，嗯，像我们遇到一个声闻，一个俄罗汉都很少很少，遇不到。那佛在时候，你出出入入碰见都是俄罗汉，嗯，有的菩萨多，有的菩萨少。有的你的业见不到，人家说五台山菩萨最多，那看你怎么观念。如果以菩萨心观一切人，
都可以成菩萨，以佛心观一切众生都是佛。那是从理上讲啊，不是从事上啊。嗯，你看我们出家人见出家人老菩萨都称呼人家了，都称呼人家是菩萨，这是尊称的意思啊，不是他真是菩萨。懂得这种道理就知道差别道理。说诸佛各个不相同的，各个不相同的什么呢？化法化意不同，化度众生的意思不同，同一个佛化度众生的意思就不同。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意思啊，像在咱们现在咱们这国度，像我们这样的穿这样衣服，这圆领方袍，这叫和尚的衣服，圆色的。在印度不是这样子，同时释迦牟尼的教化之下不是这样的。我最初看见日本人来，最初开始三几年出家之后看见日本这个衣怎么披的呢？他挂在前面做一个衣，大家看到没有？做的挂在前面，那个方块挂前面，他不披上身。西藏喇嘛没这个钩环，没有这汉人聪明，汉人说这披着不方便嘛，拿做个钩够个环，金钩白玉环呢、啊、有时候这个钩环是皇上赐给的，这是汉族的独特。泰国的和尚不这样，这叫佛意，这是佛教的外表意思，意思各个不同。佛的教授教呢，教是方法，这是佛意啊，这才是佛教。衣服、生活、起居，咱们这个形式跟释迦牟尼佛时候不一样呢。马主建丛林，马主才修成大庙，大家共住。咱们看的印度比丘都是山林呢、旷野，各住各地方。没有像这几百人住一处的。那马主建了丛林，大家住在一起，那怎么办？说百丈立清规，咱这个庙上没有。那古老的丛林前头有两个石方凳，一个清，一个贵，就清规戒律。清规戒律，清规不是戒律。这叫佛教的意思，是不是有相违的没有呢？有，百丈建立的清规时候啊，那建着丛林，大家你修道还好啊，不修道一天干啥？坐在口袋聊天干什么？立了清规啊，就你出破，出破叫劳动，大家咱们也出破吗？咱这你来这一年了，先让出破，咱这修建呢、搬砖运瓦呀，劳动啊，但这可不能脱法，剃了法再去劳动，不合佛字。但是本马主那个百丈立清规都是和尚出破呀，种地啊，做各种事业啊，那么学戒律的，你种地犯戒不犯戒啊？你挖地不伤害虫子吗？印度比丘把它绑在草上，草屑比丘它都不敢动，还咱们拿锄头一锄头挖了好多草啊。咱不是抬杠啊，这个就跟佛所教导的不同，一个国度一个国度的意思。同是佛的弟子，日本人是在中国学去的，日本的佛法在中国学习，那日本就跟中国不一样了，他就改良了，
中国是跟印度学的，那中国就跟印度不一样了。嗯，西藏是直接是跟印度学的，离着近嘛。嗯嗯，那西藏跟什么汉地也不一样了，他跟印度也不一样了。当了一个喇嘛教，喇嘛教，同是喇嘛教，蒙古跟西藏就不一样了。随缘立众山，哪个地方的因缘，哪个地方一样。这儿你不要执着，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一法不立，万法不生。佛所教的法有无念、无为、无相。不必在相上去分别。嗯，文殊菩萨这样问呢，显首菩萨答的，看显首菩萨答的答话啊。文殊发长耳，法王为一法，一切无奈人一道出生死，一切入佛身为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立无为言。显首菩萨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文殊法长耳啊，文殊师利菩萨，一切法就是这样子，什么样子呢？法王为一法，法王是一切无奈的人，不错了，一道出生死，什么道？菩提道，一道离开。生死就进入涅槃道，菩提道。一切入佛身为是一法身，不要在相上去分别，相上是有差别的，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就不一样，但是法身一样的，一切诸佛的身呢，就是一法身，唯有一法身。十方一切佛一心一智慧，十方所有一切佛一个真心，真如法界心叫真心。嗯，一智慧，这个是最后的究竟的无奈字。嗯，无奈字。嗯，说一切诸佛都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实力四无为也入世。佛的实力四无为，一切法皆入世。文殊菩萨问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差别，显首菩萨答的时候说没差别，他一理是一，是一。为什么有不同呢？随着众生的机，众生的机。嗯，真身，佛的真身就是法身说无二。那么显首菩萨成文殊菩萨说，你应当认识到一切法常耳，他知道文殊菩萨是认识到的。他说了，文殊师利，一切法常耳，法王就是一切诸佛就是一法，于法自在，叫法王，王是自在业，为是一法。什么法呢？心，为以心法。一切无奈人还说一切佛，佛是无障碍的了，他是从一道出生死，什么道？菩提道。诸佛为了利益众生，有报身，有化身，有大化，有小化，大化叫应身，小化叫化身，但是都是一个身。哪一身呢？法身，
佛是以法为身的，一心以真如心，一智慧大圆净智，十力四无畏，一入善，一入善。这是一个要佛所证得的，佛所证得的是法界为身，体是同的，因为大般若经是佛是无挂碍智慧身，智慧身无挂碍还是法界身，名字是一的，所以为了利益众生进入乃至四现的种种，心是一，但是在一众生就变成八，八识心王，八，为什么变成八？眼耳鼻舌身意一根，阿赖耶，八识。其实一为什么变成八？八还是一，智慧是一。那有四字，也有三字，也有二字，巧立名目。实力是一，四无畏也是一，一切法皆是一。这是不分别它的相，刮取它的体。体是什么呢？体是空的，法身空寂。是入本去菩提，所有回向心，得入是刹土。众会即说法，即说法，一切诸佛刹，庄严悉圆满，随众生行义，入是见不堂。前头说都是一，那事实上不一，不一是什么呢？是众生的见，不是佛。一切众生趋于入本具足的菩提道。我们人人本具足的，我们的真心跟佛的心无二。所有的回向，把我所做的一切功德，所修行的事业，都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向心。做的时候回旋于向心，乃至于佛所住的果道刹道，乃至佛于法会当中一切闻法者，乃至佛所说的法，一切诸佛刹庄严悉圆满，都是圆满的，没有缺陷的。那为什么有不同？随众生行义，众生的业不同，佛果度不同。你说我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随着我们众生的机，他现在这么一个果道，什么世界呢？五浊那是极乐世界呢？清净无为，这是众生的机。因为机不同而有异，国度也异了。那佛陀自知的寿命随着众生界是八十岁，就百岁吧。那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这也是随众生界。佛刹与佛身，众会即言说，入是诸佛法，众生莫能见。众生所不见的佛的圆满的果德，佛的果道跟佛所现的身，乃至佛在会众所说的诸法，众生不能见的，是众生明了不了的。这个见不是眼见啊，说众生的心呐，领会不到，领会不到。众生不见是不是没有呢？
不是的了。对，终身不见是你没有智慧，你没有这个福德，说你不能见。等你把福德智慧修好了，你就能见了。现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在我们眼前不能见，但念佛念到成功了，你就能见。诸佛法的时候，佛所教授的你的法，但你还没有智慧眼没开，见没开，没有悟德，没有明心见性，修道还没修成，那是说凡夫小乘的见不到，那些菩萨都见到了，一样。所以阿难问佛说，为什么佛说阿弥陀经上极乐世界他方国土药师琉璃佛不动佛的世界都那么清净，那佛你因地不清净，所以现在说佛世界。文殊师利对着阿难说，说我见的不是这样子，我见的清净的跟他方国土净佛国土一样的。佛说假佛的神力用主点大地，当时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就变了，那阿难看着就不同了，清净佛国土跟诸佛国土一样的。他这种，因为我们这个众生，这个世界众生福报露脸，这可以说没得福报，所以见不同，说我们所受用的就是不同啊，一切都不同。我们这个山河大地，没有人看到那个说是啊美景了，说清净了，其实这个世界是无眼的嘛，无所得失嘛。他见眼见净都不疼。我们朝黄山，黄山嘛是圣境的，问那个三圣人，他俩住惯了，也没感觉有什么哪个是风景啊，他没什么感觉。但我们将去的人看见啊，黄山这个山也不疼了，哪个几棵松树都不得了了，要看那几棵松树，这个松啊那个松啊，写些名字，他司空见惯，昏无事，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看五台山，那住久了，没干到五台山，书上，那朝山的来了，他心里向往，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圣地、宝地，有的成神山，成圣山。问问我们这些师父们吧，住上几年了，十几年了，说那点有什么感觉？山就是山嘛，水就是水，也没什么感觉。冬天冷得厉害，昨天可能看到北台那雪，今天早些嘛，三四点钟恐怕是零下，将近零点了，零点了。五台山有什么奇特？冷得很，这第一个答复。还看见什么了？树木很少。你到那些名山去看吧，树木茂密的森林，不同。个人所见的不同，是随你的见，随你的业。你以个殊胜心来朝舞台，你朝着戴罗点。一万菩萨咬清凉，天天在那转，那就不疼了。佛说的在华严，让将来学的菩萨住处品就知道了。东方的国度名曰震旦，其度有三，皓月清凉。文殊菩萨道上，书生道上，大地都坏的时候，五台山不坏。这个你只是信。信也是出家人学佛的四宗弟子信，不信佛的他不愿意看那五台山，他快一看黄山，黄山风景好吗？看我现在在浙江的雁荡山，在那石头啊，你白天看的所有山不同，
晚上的一看呢，油不疼。嗯，在那光线的山都变得油不疼。为什么？剑不疼。说佛刹与佛身乃是佛所的言说，那不众生所见的不是真实的，都是假象，那所见的看的见不同而已。其心已清净，祝愿皆具足，入世明大人于此乃能得。要什么人才能看得到真实的呢？他的心清净了，没有贪嗔痴爱，没有一处没说一些故言，祝愿皆具足。这个祝愿呢，是说你发的那个愿是自在的力量，就是清净的意念，清净的耐药，这都属于他受用。不是要佛自分说的，佛的自分，佛与佛无二无别，佛度与佛度无二无别，清净度、眼悟度无二无别。哎，你的业不疼，你看见就不疼。嗯，那让我们发心的菩萨，到了五台山，在五台山转，但他所看的不疼。他能住上十年八年，而终生来自于在这山里住着，他感觉非常安静，非常舒适，非常的干啥，修道成道的快。如果贪嗔五欲境界的，贪嗔红尘的，那你拿这儿跟北京比，那就差太远了。因此啊，是所见不同，就这是属于心的耐药不同。还有呢，你所造的业，业系，业把你细胞住了，那个业的果所感的不同，是你的见有差别，不是佛度果度有差别。一种是佛的威神力，一种是你众生的业力所见不同。佛的佛度，就是佛的所居住的处所，没有分别，佛佛道同，也没有争嫌，也没有耐量，无争无耐。只是随众生的心不同，单随众生心入世见有殊啊，是随众生的心不同，他的看问题啊，看法就不同了。于世与世界所见各差别。在于世间相，所谓的世界，它随你心的，你心的耐好，耐药不同。不是一切诸佛大仙之过咎，大仙也是指佛说的，不是如来诸佛的他的一个错误，是你的见有错误。就像我们人戴上有色眼镜，戴个绿眼镜看着世界都是绿的，什么都是绿的。戴个红眼镜，红颜色看世界都是红的。是你看的呢，你所见的是假象，不是真相。在一切诸世界中所应受化者，受化者受感召的人，他需求与祝福的人，他能常见人中兄，常时能见佛。我们大家感觉到见个佛像，
那太好像很容易了，一到五台山去到台河镇去，贩卖佛像的多得很。有人这样问过，说这个贩卖佛像的下地狱不下？他做这个职业，我说看他心里怎么想的，所以我不能断定答复你。有的不但不下，还有功德；有的要下。我说他没受菩萨戒啊，他不犯戒。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要不这样流通，让你能见佛像，那众生见了佛像就种善根了。说怎么答复你？看那个受者、流通者，他是什么心理？他是要取利，搞欺骗，拿铜的说金的，刷成金色，那溜上一层金，就是这个是金佛像，那搞欺骗。还有我们有时候看佛像来评论呐，这个佛像庄严，这个佛像不庄严，这个佛像那份，这都是犯错误的，犯错误的。所以没有好多你不学，犯了错误还不知道，造了罪还不知道。我说你说这像是假的，其他像是假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假的，只有法身佛，法身佛你就见不到。单有形象，单有言说，都是虚妄的，这是诸佛的教导了。对，随众生的心，随母的心，你看问题怎么看法？是你见有殊，不是见有殊，是你的见有差别。这个见不是眼见啊，是说你心里想，心里所看的。以是与世界所见各差别，非一切如来大仙之过教。你对这个世界怎么认识，是你的见差别，是你的过，不是一些诸佛的过。一切诸世界所应受化者，常见人众兄诸佛法入世。众生为什么不能见到净佛刹呢？是你的业，你没有见净佛刹的善根，没有这个善念。如果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善念，你在五台山所看见的，它是金色世界，它不是咱们看见沙和瓦砾，不是这样的。你天天可以看见文殊菩萨在各地方说法，你不见是你见有差别，你有障碍，文殊师利对你没障碍。所以你看这个所居住的报，报就是一处一直处，受文殊菩萨教化的，那是进入的，那他看五台山不同，五台山就整个就是一个道场，谁的道场呢？文殊师利菩萨道场。咱们所见到的就是在五台山里的这些个人，咱们见不到的来五台山的那些大菩萨，他方世界的无量世界来普陀山的，来到这文殊师利菩萨来求法的、闻法的，这咱们见不到。只有受化者跟文殊菩萨相应的，他就见到了，见到了，他们常见文殊师利菩萨。就像
一切诸世界所应受化者，就相应的，相应的就是受化者跟教化者相应，就是众生与佛相应。我们就说五台山的话，来受化者跟入世的菩萨相应，这常见的人中兄，就常见佛。一切诸佛的佛法都如是，佛的神力能使得世界清净，佛的神力能使众生他所见的世界暂时的，就像荷兰见到那大地突然间变化了，那是假佛神力，但是不能够长，众生有众生的业力。他的业力，众生的业力，所以感到这个果度入善。业力不同，感受不同。现在的就是现在世界，就是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伊拉克巴格达吗？天天轰炸，今天就炸了好几十起。那个人心是什么心理？咱们在五台山如何？而且你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就是外边情况你全都不知道，你连个见闻的业都没有。那我要看看电视，我有见闻的业，想见想闻。如果你把这个工具不要，见闻的业没有，一切无所知，诸佛的圣洁，咱们现在所说的这段经文也入世啊，咱没这个业啊。咱们现在有经，这就像我们要想知道现在业，知道那个巴格达每天的战乱，每天的杀放火，制不制放导弹炸呀干什么的，有那个工具。但是我们要想知道诸佛世界、净佛世界的极乐世界的工具是什么呢？大家念阿弥陀佛，那就是工具。念阿弥陀经，念普贤行愿品，你都可能升极乐世界。说人还没死呢，还没去呢，或者你梦中你修的心里夜宵了，跟那个极乐世界相结合了，你就能见到，那是暂时的。永久的呢，在你临命终时，你如果敬业成长，恶业消失，念到一心不乱，决定能升极乐世界。那时候你的心，你把这个四大的分离啊，这个你消失到这个世界了。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娑婆世界的什么事儿你都放下了，没有一念的贪恋，没有一念的信念，心不颠倒，亦不贪恋。一不贪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放下了，那个世界你才去得了。是一切诸佛在诸佛国度教授众生时候，都随着当时那个佛国的众生，那个佛国度的众生心，他怎么认识他那个所住的处所。咱们所在的清凉宝山，这个清凉是什么意思？没有一些热闹，
没有一切的烦恼。人当时烦恼了，天都再冷，你内心里发火，发火，烦恼火焰嘛。嗯，争上。嗯，对，这也是跟现实的生活，跟这经上所说的义理是一个，不是两个。如果你这样惯想，你自己会理解到的呀。没有热闹了，没有烦恼了，不清凉了吗？那就清凉了。嗯，嗯，懂得这个道理了，把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是让你啊认识这个世界。嗯，认识这个世界，跟文殊菩萨所说的这个世界。认识你自己。完了再来学问明品所教授你的话，你现在明白不明白啊？那你看看文殊师利跟这些菩萨互相的辩论的时候，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明，要我们开智慧，在我们自心里头升起一种认识的感觉，就感觉到。感觉到自己过去的错到什么地方，烦恼太多了，烦恼太多了，光明就不显现了，他把你那个本身具足那个明的力量，没有你现在的烦恼力量重。现在我们懂得了是回事儿，就是闻法闻到了，懂得了，但是你不能做到，但是你也向这方面做，做了你不能够断烦恼，使你光明显现，那你就加倍努力吧，要修行啊，使你烦恼断除，光明现前，自在无奈。今天我们就讲这里吧。